新年好，欢迎收看本节新闻。现在在你家看得到吗？看到，可以啊。戴上眼镜更看得到，戴上眼镜更看得到。今天在这个摄影棚啊，看到这样堂皇的布景，啊，这么好的服装，这么多的工作人员，完全让我回到过去美好的回忆，实在觉得太兴奋了。以前啊，因为我很年轻，现在的造型啊，又让我回复到过去的年轻时代，无论是化妆也好，服装也好，造型也好，都让我回到了更年轻的美好时代。星光三月卡厉害又来了，比去年更厉害，有多厉害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看下去，看下去。我受到星光三月的邀请啊，心情特别兴奋，因为啊，它是一个太大的百货公司，跟这样一个百货公司来做代言呢，一方面是我的荣幸，一方面我也觉得太好太适合了。以上是这节报道。星光三月果然卡厉害，快快快，别继续看下去了。在中国新年里，穿新衣戴新帽是一定要的。如果你还没有想出要买什么，就到星光三月逛逛吧。星光三月卡厉害，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呀！我是星光三月主播盛竹如，我们2013蛇年见，再会。